MV 年底最大型的音乐盛会2004 V Power 近日在台北拉开了帷幕。当天，周杰伦、刘若英、黄立行、王力宏等大牌接力出场，让现场的30,000多名歌迷嗨到最高点。整场演唱会给歌迷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杰伦和南拳妈妈宇豪表演的钢琴四手联弹。虽说南拳妈妈是在周杰伦的催化下诞生的一支乐团，但是从当天歌迷的欢呼中可以看出，杰伦的眼光的确不错。整场演唱会的压轴演出是圣坛教父宇豪与王力宏演唱的融合了很多 R&B 元素的圣诞节组曲。他们精彩的演唱不仅给整场演唱会画上完美的句号，也为现场歌迷带来圣诞的祝福。I just call